今天同学是打 BNT 疫苗，好，也顺便来学校就可以领一下公费快筛，我们带这些同学先过去领了哈。长这样啊？对啊，长这样啊。所以要搓对啊，有需要再使用啊，不要无聊就乱搓啊。这两位同学要下去打 BNT 了哈，紧张吗？已经下到手麻了，好了，下去下去。打完能痛吗？能痛吗？刚打的地方会痛的啊！哎，行了，小王好了，好了，多喝一下，多喝一下你们的。哎呦，都有带书跑来啊，书跑的带眼点是不是？有办法开吗？可以了。哦，你抽得起来，你不要那个。留观区，看这个同学拿健保卡在整理头发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啊，还是突然有一点问题。医生要来观察一下，多喝水，多喝水，多运动一下啊。目前都没什么问题啊，没有，没问题啊，最近没问题，没有，真的吗？没有啊，我遇到很多有问题的，问他有没有问题，他都说没问题啊，没有。所以我应该做家长区，是不是？今天充当两位家长的，怎么长得这么不一样啊？打的地方手臂会有点痛，一定会有的啊，都不会痛？不会啊，打完都没感觉了。不会啊，哎，这个比较严重哎。What？ 回教室了啊，尽量不要再去搓揉他哈，以免他会突然红肿起来。像小宝啊，乱抓，你看，整个手臂都红肿起来了，然后还去看医生，再拿药来擦。你是不是有揉他？有啊，你看，你看，抓到了，你看变成这样，这么丑，你看整个红肿起来啊。我妹妹她就是之前打针，她结果之后，她就是去揉她，就手肿起来，结果姑姑叫她拿那个冰块。哦，要冰敷了啊。那大家就是疫苗打满哈，好好度过这个疫情吧。啊，希望赶快能够复课了啊。OK， 要打5剂啊，没有打那么多剂啊，不要再打下去了。